好，我是雷子。这是俺爸爸灌了那个辣肠，刚才给送来了，然后叫我带上去了，他有事来忙的，然后去干活去了。这是俺自己家灌的，爸爸带上去吧。有事儿哎，这个再划五条烟吧。划了四声。爸，嗯，没来了。俺爸烧了香烟，你看，刚才给送楼底下了。那这回把厂的工人看啊，他那个记得去干活啊，然后说自己家惯了这是，拉事儿。都是好了，刚灌了，刚灌好了，然后给你送来，送我弄两袋儿，俺家一袋儿，然后送过来一袋儿，都是好了。一会儿那个那么给我挂起来，行。我咱家过年也不准备点啥呀？嗯，太早，咱再等一天吧，明天回来。明天后边没。准备点过年的年货哈。嗯，坐着呗。那炒炒食是啥都有。是，买牛肉啊，你到时候买点牛肉，买点牛肉买。咱也没开。你买牛肉吧。没事，也没客人呢。我白天睡觉回家闹，一会儿就把他带回来。等你长得顺啊，不用打吧。这也不回去了吧？这好不容易过回年，今天不打算回去了，干到二十九，干到二十九天到初六都来了，到初六下午都开始干。待过几天回家？嗯，搁那待过几天，来回走走。是，来走亲戚啥嘞？我问那个娟子，俺俩到时候走走动动。是。俺、啊、家也没啥亲戚，主要在姥姥家一趟就行了，在姨家一趟。嗯。